Hello，早晨好，Good morning。买了一颗牡丹，应该是根和枝啊什么的，然后今天打算把它种下去。它是埋的这个，哎呦，你看这个根呐，发芽了，好漂亮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要拍一个视频，打算把它种下去。看一下，它开始发芽了，看到没有？5月份买的，那么它在那个苗圃帮我们长到这个过夏天，然后到了10月份，现在挤出来。看到没有，这些枝上都发芽了。带了一个这个 label，它叫 pink very early。哎呦，它这些看到没有，埋的这个像 peat moss 一样的这个里面的，然后它这个都发芽了，看到吧？哎，好漂亮！拎起来一起看看。哎呦，说是上面的这个枝都帮我们剪过了，然后都是根，看到没有？真的，根很大。然后这个地方开始发芽了，所以把它这样种。然后说是土要埋到这里，挖了一个坑，土要埋到这里，说是这个直径2尺。深度1尺的，把它埋下去，叫我们不要种反了。我看了说明上写的，埋到齐到这个芽的这个发芽的这个地方。可是这些都是根，这些都不是枝。好的，现在我要把它放下去了。然后埋好以后，就算种好了，说是一两年一一两一。说是一两年不开花是正常的，每年它这个植株应该长5到10寸，有点漂亮哦，这个芽，所以我给它记录一下，今天把它种下去。好了，没有手了，不拍了，把它种下去，谢谢。